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hui， 我是佑佳。今天是礼拜五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简单学日语单字。对，今天又是礼拜五，所以我们又要学日语单字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，其实单元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什么呢？佑佳，单字接龙。对，就是单字接龙。那平常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有就是无聊的时候就会用什么？什么剪刀刀刀子什么这样子，我们用纸飞机机关枪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那就是我们会用中文来做接龙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用日文来做接龙啦。好哦。对，那我们的规则十分简单，只要日文你接得下去，而且那个字是要有意思的就可以，比如说名词、形容词、动词，动词有点难，但是要变成普通型，就没有变形之前的那个形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普通型。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，慢慢来了。好。对。好，那我现在手机这边呢，有一个 APP 程式，它因为 R15O Kaki Kuki Ko 五十音里面有，其实有五个空格跟一个嗯，嗯不能再接了。那呀呦呦中间有两个空格，跟最后的哇哦嗯嗯不行，那哇跟哦中间有三个空格，简单来讲就是有六个字不能用。好，所以五十音里面有44个字可以用，就来找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个程式就是来找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按咯，它出现哪一个就是从啊到最后来数数看这样子。好，三一，二十二，阿卡莎塔，因为是五行嘛，阿卡莎塔那那尼尼，好，那我们就从尼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先。好，开始。Fight。好，你一定没办法打败我的。你 give me。Begin。你は私死ぬヌードドア頭マンゴーオーウマウウウウウウミ未来イクララクラク变成妈哎，妈，妈，妈，哎，怎么换？我想不出来了吧？怎样妈妈？妈鸡，妈鸡，嗯，妈鸡哦，不是妈鸡啦，妈鸡啦，街道啦。妈鸡弟弟，好，乞丐舞。七卡五五五，五米讲过了。五，嗯，五五鲁，五鲁买哦，买买，五鲁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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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，好规则。规则ルードドドキリ、ドキリリリンリリンリ是什么？伦理，伦理道德。伦理，伦理。好难耶。六里，六里。六里，又考成利了。我只会这个啊。理解，了解，理解，理解，一，一，伊他咪，伊他咪咪咪呀，咪，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，咪咪，
短い。椅子。寿司。死。死ぬ讲过了。死。死哦。死哦。盐巴。哦，拖拖。怎么这样子几个？三十个。有吗？三十个，这样。你有算？有算，所以我们这样三十，我打不败又强啊！过得这样打不败又强，不。耶！哪有那么好打败啊？喂，好，那我们这三十个单，三十个接就是接龙单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它的中文意思？那其实中文意思我们都会打在上面的。好，就是三十个单字，我怕大家对大家来讲太多。那你要记得标名词、动词。啊，当然了嘛。好，给大家这样子会比较好学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日文接龙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。对啊，如果各位可以学到更多的单字之后，来试试看像我们这样子的日文接龙。接龙，又又又。好好，那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赞。那如果想持续并且追踪我们的影片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订阅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一定要打败你，就这样，下一次也是日语接龙哦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下一集的单字不可以跟这一集重复。好，我尽量。我希望可以。我怎么用这么给自觉分目呢？你好像没差，我比较有差。对。好啦，要认真背单字哦。嗯。拜拜。啊，sorry。